眨眼又嚟到八月中啦，唔知大家用齐啲消费券未咧？提提大家，依家八月份有八八折优惠，同埋买满1000蚊减100蚊嘅优惠，仲一直进行紧噶。咁大家记得要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， 同埋揿埋隔篱嘅钟仔，咁只要一有新片就会即刻通知你噶啦。同埋大家都欢迎留言俾我，话俾我听你想知道啲咩嘅 product， 咁同埋咧有啲咩意见都欢迎话俾我听噶，我系一定会睇晒。呢、这个就是 Tactical Food Pack Ration 套餐系列，咁佢入面就会有一包 Tactical Food Pack， 有个能量飲料同埋一个小食。咁用具方面，佢就会有隻匙羹啦、消毒湿纸巾同埋一个战术飲水杯。咁大家见到佢嘅包装上面有个密封条嘅设计，变咗你如果食唔晒嘅话，都可以摆翻落去好好保存。咁同埋都方便清洁，唔怕整污糟自己同埋整污糟环境。咁呢度就系一餐嘅份量啦。咁如果你惊唔够嘅话，仲有三餐份量俾大家选择。咁同样啦，入面亦都有唔同口味噶。咁 Tactical Food Pack 用翻咗两个新口味，分别有士多啤梨麦片同埋朱古力麦片。咁究竟详细系点咧？就要留翻下次再同大家介绍啦。同埋 Tactical Food Pack 嘅酒精灯就换咗新包装，大家唔好唔记得佢啦。呢、这个就是 Pentagon 的 Telemon Bag， 咁虽然呢个款式咧就冇做紧会员八五折嘅优惠，但都非常之抵用噶。咁呢个袋咧设计就好简单，咁好适合大家去做啲户外运动嘅时候去孭啦，譬如话去 camping 去旅行咁都非常之适合。咁 Triangle 三角托嘅系统，咁就算你喺做运动嘅期间，个袋都可以好稳固咁样孭住。咁而且因为佢系孭喺前面噶嘛，咁所以你系可以好快速就可以拎到你要嘅物件。咁佢入面嘅储存空间最多可以去到7L。咁佢结合咗600D 高强度嘅聚酯纤维，同埋400D 尼龙防撕裂嘅材料制造。咁同埋佢拉链咧都系用上咗 YKK 嘅拉链。咁咧你仲可以自备锁头啦，咁就减低俾人偷嘢嘅機會。咁袋入面咧仲有啲掛鈎，咁咧你就可以掛鎖匙，唔怕揾唔到啲好細嘅物件。咁佢兩邊咧仲有 Molly 帶，咁你就可以按自己需要去增加啲配件啦。咁仲有 Duraflex UTX Buckle 同埋 Clip， 咁比起一般嘅膠咧就會更加襟用啦。呢、这个就是 Rocco 的 Tactical Operator Cap， 它是用了 polyester 和 cotton mix 的材料制造。看到帽的顶顶就有4个窿，就可以方便通风，戴的时候就不怕焗住个头了。前面这里还有个魔术贴，你可以加回自己喜欢的张上去。除了灰色之外，还有很多不同的颜色，还有不同的迷彩 pattern。最便宜的顶100元有找，99元就买到了，所以是非常之抵的。呢、这个就是 US Army 的 7.62 子弹箱，咁佢就用咗 powder coating 嘅颜料去做，咁漆面嘅强度非常之高，咁就唔容易破裂，同埋有一个防锈嘅效果。咁佢就用上 carbon steel SUS 304同 aluminium 5052嘅 surface， 构造系非常之坚固。咁成个盖咧仲有防水胶边，可以防潮防湿。咁理论上亦都可以防水嘅。不过呢个子弹箱始终有一定嘅历史，咁所以我哋都建议翻客人，如果会湿水嘅话，就一定要试一试先好落水啦。咁黐海绵摆相机镜头，放啲急救用品。咁淨係計個子彈箱嘅重量就大概有4磅，咁每個子彈箱都有唔同嘅花痕或者係軍方嘅蓋印，咁係非常之獨一無二噶。呢、这個就係美國製造 District 嘅壓縮乾糧，咁我手頭上呢個就係1000卡路里版本，咁佢一包有4條嘅，咁就用咗真空處理啦，咁每一條就有250卡路里。咁咧，你可以即刻食又得，加水撈埋一齊食都得。咁佢係一個即食高能量棒，咁就冇任何防腐劑，亦都係全天然成分製造。咁成分咧就包括有麵粉、橄欖油、蔗糖、水，仲有天然嘅椰子調味劑。咁除咗有呢個1000卡路里版本之外，亦都有個2400卡路里版本同埋3600卡路里版本添。咁依家我就準備試食啦，咁就要拆開先。诶，得啦。咁咧，啊呢度就有4嚿啦，咁我先试一嚿先。
咁一開咧已經有好重嗰啲威化餅味啊！我覺得得咗，嗱咁啊拍開佢之後咧，試下先。好味啊！真係，但係好似平時食嗰啲餅乾壓碎曬佢，再逼翻埋一嚿咁樣味咯。咁咧佢咧都甜甜地嘅，係，所以我覺得幾好味，因為真係有啲椰子味，非常有啲乾嘅。我建議大家食嘅時候擺杯水喺隔離。它是很碎很碎的，那你吃的時候就拿一張紙糊一下。那一開始說過它可以立刻吃又可以，加水撈埋又可以。那我現在試一下第二個吃法，我現在就將那個餅已經硬碎了，它才是麥皮，但它就沒有麥皮那些一塊塊的東西。但我覺得如果你加了水就會飽肚感多一點，看看你想怎樣，你想好味啲嘅就咁食。咁如果你係一大班人去 camping 嘅話，就可以揀翻呢兩款啦，因為佢哋嘅份量係再多啲。咁我左手面呢個咧就有12塊，右手面呢個就有18塊。咁今次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啦。咁唔知道大家最中意头先边样嘅 product 咧？咁都欢迎你哋嚟到油麻地门市去见一下实物。咁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